除了热度以外，我们是排名第一。那么今年，因为去年他的在香港是亚奥运项目，那么今年是全民运动会的时候，啊，除了亚奥运项目，就是这个全民运动会的项目。那我们希望说，今年在方面啊能够突破啊，所以突破那个六度的给我们的信来做。我们在这里呢，希望各位选手啊，因为现场影响很丰满，我们希望能够陪陪他啊，看看他。那我们感谢啊，我们现在我们在现场全力的支持。希望能够拿下。